以西结书第四十章，我们被掳掠第25年，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，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，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。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。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手拿量度的杆，长六肘，每肘是一肘零一掌。他用杆量长，厚一杆，高一杆。他到了朝东的门，就上门的台阶，量门的这栏，宽一杆，又量门的那栏，宽一杆。又有卫房，每房长一杆，宽一杆，相隔五肘。门栏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栏，宽一杆。他有量向殿门的廊子，宽一杆，又量门廊，宽八肘，长柱口二肘。那门的廊子向着殿，东门洞有卫房，这旁三间，那旁三间，都是一样的尺寸。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，也是一样的尺寸。他量门口，宽十肘，长十三肘。为房前展出的境界，这边一肘，那边一肘。为房这边六肘，那边六肘。又量门洞，从这为房顶的后檐到那为房顶的后檐，宽25肘。为房门与门相对，又量廊子60肘，长柱外是院子，有廊为界，在门洞两边，从大门口到内廊前，共50肘。为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，都有严谨的窗棂，里边都有窗棂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。他带我到外院，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，铺石地上有屋子30间。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，在各门洞两旁，以门洞的长短为度。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，共宽100肘，东面、北面都是如此。他量外院朝北的门，长宽若干。门洞的卫房，这旁三间，那旁三间，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。门洞长50肘，宽25肘，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，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。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，前面有廊子，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，北面、东面都是如此。他从这门量到那门，共100肘。他带我往南去，见朝南有门，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。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，和先量的窗棂一样。门洞长50肘，宽25肘。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，前面有廊子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，这边一伙，那边一伙。内院朝南有门，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，共100肘。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，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。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50肘，宽25肘，周围有廊子，长25肘，宽5肘。廊子朝着外院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。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，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，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。
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50肘，宽25肘。廊子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。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，他带我到北门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，就是梁卫房和柱子并廊子。门洞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50肘，宽25肘。廊柱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。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，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，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。在门廊内，这边有2张桌子，那边有2张桌子，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、赎罪祭牲和赎牵祭牲。上到朝北的门口，这边有2张桌子，门廊那边也有2张桌子，门这边有4张桌子，那边有4张桌子，共8张。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。为燔祭牲有4张桌子，是凿过的石头造成的，长1肘半，宽1肘半，高1肘。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，有钩子，宽1掌，钉在廊内的4围。桌子上有牺牲的肉。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，为歌唱的人而设。这屋子朝南，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。他对我说，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，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。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督的子孙，近前来侍奉耶和华的。他有梁内院，长100肘，宽100肘，是建方的，祭坛在殿前。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梁廊子的长柱，这面口5肘，那面口5肘，门两旁，这边3肘，那边3肘。廊子长20肘，宽11肘。上廊子有台阶，靠近长柱又有柱子，这边1根，那边1根。